安静，咱们俩在这待了整整一夜了。作为一名国安，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心理准备，但我到现在还是接受不了杜梦离开了这件事情。从昨晚到现在，我想了很多。我想起每一次执行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的样子。我想起每一次有了新的卷宗，他就会默默地留到最后的样子。想起他明明有病重的母亲，还有上学的妹妹要照顾，身上担子那么重，但还是充当我们所有人的开心果。我还想起他进国安的第一天，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行，他跟我说他想做英雄。我当时还笑话他，是不是从小到大警匪片看得太多了。他说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群人，履行着保卫国家安全、守护国家利益的职责。我们很平凡，不必为人所知。英雄只是一种名声，每一个国安战士都是无名的英雄。他跟我说他想做无名的英雄。他不只是无名英雄，至少我们会永远记住他。马上，我们一定要抓住程磊，给杜猛一个交代。一定。看来你们是准备好了，说说吧。报告，请听。结合昨天的情况来看，程雷就算冒着被击毙的风险也要带走数据吸盘，说明完成交易对他来说很重要，也说明他自以为还没有到达走投无路的地步。万幸的是杜猛击中了数据吸盘，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担心数据会泄露。子轩，你认为程雷能修复吸盘吗？根据描述，程雷如果没有专业的技术和设备，不太可能将其修复。这块数据吸盘是程雷逃命的船票。怎么说？以程雷的能力应该已经猜到了，他靠自己不可能逃走，至少也需要别人的掩护和接应。而且他的身份暴露，已经成为弃子，现在唯一能当作筹码的就是这套数据。兄弟，乔一川的供词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报进行分析。乔西川透露，杰弗里是受雇于赫尔墨斯集团。我们之前也掌握了大量的犯罪证据，都指向赫尔墨斯集团。您之前也提过，相关部门一直在给赫尔墨斯集团施压，这完全是因为杰弗里的一系列动作所导致的，所以赫尔墨斯集团不会轻易放过他。那就是说，陈雷和 Jeffrey 他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拿不到数据就摆脱不了麻烦。可是 Jeffrey 完全可以派一个人来接应陈雷，没必要非得亲自来吧。陈雷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他不会相信任何人的，所以我认为他一定会让 Jeffrey 亲自出马。
看来，你们确实是做好准备了。2个小时之前，程雷盗走了一辆社会车辆，现在正往东北方向逃窜。东北方向？他要回双清？就目前的情形看，很有可能。现在省厅和市局的同志正在进行追踪。 我还以为这小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没想到他还挺淡定的。这个人太狂妄了，他狂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抓到他，为猛子完成心愿。对，一定让他伏法。我预定了最快的航班，你们直接飞到双清。明白。还有。 杜猛的牺牲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责任，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一切要以任务为重。虽然是和平时期，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进入国安，开始从事侦察工作的时候，心里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要记住，只有胜利完成任务，牺牲才有意义，才能告慰牺牲的战友。 凡客，猛哥跟你一起回来了吗？他跟宋局在一起，晚点就到。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贺子轩，总部来的。你等一下，带他到控制室。 调试一下设备，之后由他负责专案组的技术支持。明白。你好，麻烦你了，请跟我来。大家都去忙吧。 当当，嗯，你不是走了吗？就知道你又要加班，先吃吧啊，吃完了再忙。好香啊，平时没白疼你啊。静姐，嗯，跟你八卦一件事儿呗。嗯，你跟马上谈过恋爱吗？谁跟你说的？贺子轩，不是，我就随便一问啊，你要不想说，我就不问了。那你们俩现在什么情况？ 不是，我就是看他老冲你挤眉弄眼的，感觉好像什么情况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同事关系，可以不要再传我的八卦了吗？可以，没问题。
静姐，我一直以为消息是错的，顾梦他。别哭了，你忘了啊？杜蒙他以前老欺负你，他说你笑起来比哭还难看，你还真哭给他看、啊。那他回来呀，我哭给他看。老李，你听好。接下来的任务依然艰巨，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状态来，投入到工作里，好吗？明白，我保证。静姐，按照规定，我已经通知了杜梦的家属，他妹妹已经到会议室了。我当时被罪犯控制了，是你哥赶过来救的我。他是因为救我才牺牲的。他的秘密就告诉过我一个人。我知道，如果他不去救你，你是不是？如果不是他救我，我可能就回不来了。杜玲，你放心，按照我们的制度，你的学费还有你妈妈的治疗费，我们会全部承担的。不用了，我哥说了，凡事都要靠自己。你跟你哥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妈妈知道这件事了吗？那我陪你一起，我陪你告诉他。他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有一个人在医院，没有人陪他。明天我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亲口跟他讲。我怕呢。
马上。你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吗？这个任务必须完成。为了国安的职责。为了杜牧。该跟科长联系了。好。安哥，目标正在前往双清市区。收到，已接收监控画面。王佐、老六、小李，欢迎加入暴风眼行动。科长，目标汽车步行正在转移。收到，跟进。明白。马上，我押到前面去啊。安静，注意安全。嗯。
安克，就是他。咱们再多给他点压力，这样正好，让他猜不透我们到底咬得有多紧。明白。B 组收到回复。B 组收到。目标正在离开小区，跟进。我竟然没想到，一组冰冷的数据，竟然要以那么多人的鲜血为代价。科学，不就是为全人类而服务的吗？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不做这个项目。这绝对不是您的错，我也是到今天才完全理解，为什么资源和战争两个词，总是一起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还有多少沉睡者。在蠢蠢欲动啊。这个技术关系到国计民生，更关系到国家安全。因为这个技术的突破，我们国家的力量才会更强大一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更好地保卫和平与安全。政府与鼎华的合作正式展开，我们一定会为鼎华营造一个安全的科研环境。所以邹教授，您之前说的事情千万不要自责。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还不能公开，我也是按照要求提前跟您通个气儿，所以请您严格保密。进来。林总。好，林总，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谢谢您。我送他。昨天晚上，市公安局的宋局长给我打了电话，简单说了一下近期情况。这段时间你是怎么一个人扛过来的呀？你做得很好，辛苦了。所以，你的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们跟我说，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还要出庭作证。我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所以很有可能。苗总，你还愿不愿意留在鼎华工作呢？鼎华对我来说是我的一切，可是我现在这种情况，适合留下来吗？我知道。调查和判决的过程肯定会非常漫长，但这段时间你有权利工作呀。如果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你不得不暂别鼎华，我希望你知道，鼎华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辛苦了。睡醒了你？给我三天三夜，我也睡不醒。我来吧。好，那我去眯会儿啊。哎，眯不了。我刚好碰见宋局回来，他说要见你。你精神一点。除了宋局啊，还有另外一个人，你肯定特别想见他。请进。哎，宋局啊，您找我？你坐吧。你简单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是，今天上午，陈雷进入了一处居民区，应该是他事先就设置好的安全屋。嗯，他在离开的时候，放火烧了一个行李箱，我们的人冲进去，抢出来了部分证物。嗯。伪造的各国护照八本，伪造的中国公民身份证五张，就这些。有没有找到什么能牵出线来的东西？剩下的就只剩下一些衣服和现金。啊，继续说。之后的一整天，陈雷先后前往了三个不同的酒店开了房间，期间多次使用反跟踪手段，很明显是在迷惑并摆脱我们，但是都被安静他们咬住了。嗯，很好，这说明他还没有认命，自认为还可以继续逍遥法外。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心态。他现在的位置在哪儿？最后他选择入住了西泽路上的一家宾馆。这个地方选择的很讲究，周围环境复杂，而且酒店本身就有数个出入口，极有利于逃脱。另外，他还购买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好像要在这个地方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嗯，监控布置好了，安静在现场。嗯。对了，宋局，子轩说，您带了一个人回来，还是我特别想见的人。乔西川。乔西川。考虑到你的身体状况，省厅的同志没有对你进行高强度的讯问，把你押送到这儿来，也尽可能提供了舒适的交通条件，对你还不算好吗？别忘了，你可是犯罪嫌疑人。很多问题你可能已经回答过了，但是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规矩嘛。你的名字到底叫乔西川还是徐鹤，或者和平？干我们这行的名字有那么重要吗？对吧，马总？这个问题你应该可以理解的。正面回答问题。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的三门楼。不过我觉得你们还是叫我乔西川吧，这个名字我已经习惯了，而且你们叫起来也顺口一点。也就是说，其他两个身份，你并不否认是假扮的。乔西川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你，先从这儿开始吧。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我是二代移民，在国外出生，在国外长大。我父母都是生意人，从小就带着我全世界各地跑，没几年就换一个国家。这些我都交代过了，可是那个时候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提了。生意主要针对的是亚洲，97年金融危机他们破产了。那个时候我大概12、13岁，对。然后我就走上了这条路。你12、13岁就当了间谍？也不算是。从那年开始，家里就负担不起我在贵族学校的费用了。所以我必须要转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找到我，他劝我进一所特殊的私立学校，或者说也就是一个地下组织。嗯，继续说。
在那我接受了整整5年的特殊训练，出来之后就成了一名雇佣间谍。这个所谓的学校具体在什么位置？3个月一换，信不信由你们。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幕后的组织者到底是谁。他们那个地方的管理就跟集中营一样，整整5年时间，我能见到的脸也就只有我的同寝那几个学员而已。这个组织的幕后主脑是谁？是不是杰弗瑞？我不确定，但至少他也算是个高层。那陈雷呢？谁？陈雷？鼎华的那个技术工程师。他就是那个人。降低噪音，他应该是打算跟人联系。明白。小李，我发一套插件给你，可以屏蔽固定音频的声音。试试能不能直接截获通讯信号。子轩，附近的信号源太多了，帮我们甄别。收到。I told you, don't send anybody else. Not important anymore. Just don't contact me, okay? Hold on. Are you crazy? Somebody might be eavesdropping. Are you afraid? If so, it's gonna be me anyways. Listen, I got a thing. Come get it if you want it. An Ke, 截获通讯信号。Then what? Run a JOD in China? I'm not kidding. You gotta help us in so much trouble. If you don't get data, well, they won't let you off. Your situation is not much better than mine, huh? Maybe. I will deal with it myself. Yeah, think about that. I'll call later.完成定位了吗？程雷的可以，但是 Jeffrey 的不行了。是因为他在境外吗？有可能，如果还有机会我再试试。嗯，静姐，听 Jeffrey 的意思，他根本不打算入境了。不一定，按照程雷刚才所说的，事情发展完全符合我们的分析。
所以 Jeffrey 一定也在承受着压力，事情说不定还要转机。你帮我联系一下贺子轩。好。贺子轩，帮我个忙。收到，请讲。你有没有可能通过刚才两个人的通话录音，分析模拟出来两个人的声音特质？说实话，把握不大。第一，他们没有交谈几句，词汇量太少，很难捕捉发音特征。第二，有噪音干扰，会影响模拟的准确度。明白。对了，宋局从审厅把乔西川带回来了。Here only to pick up something. I'll leave soon. You can just pretend you never saw me. Name your price. I'll pay cash. They told me you're the best in the industry. You don't deserve this glory, looking like a homeless with your unloaded gun. Violence is not the solution. Everything's business, all about money. There's no point to put a slime on me.Spare my life, then we can talk. Get in the car. I don't want to be carrying your dead body. I have the leverage to negotiate. What can you propose to me? My men have already obtained the complete data of the synthesis technology. Even though Chinese people already filed a patent, the value of the technology itself hasn't changed at all.Why should I trust you? Why would I lie? To live two more days? Just like I said, spare my life, then we can talk. Your snores are too loud. Change the hotel and get a better bed.
守候这片土地的安宁，因为热爱所以坚守使命。